我的题都很精彩哈、哦。快男好友相继步入婚礼殿堂，你会不会着急？你对自己的感情方面有什么规划？我觉得这种东西不着急，而且两个人相处还是要慢慢磨合。嗯，对。然后他们结婚了，很替他们开心，有的已经都有孩子了，好幸福、哦。想想自己还是个宝宝，好惨。哎呦，你还说你不是凡尔赛？